时段。歌叫做《无你哪有我》，无你哪有我，你也了解这个歌。这条歌吼，伊的 MV 吼，都拍好，我都看到了。安尼，我唱歌唱四十多年啊，看这尼啊侪千千万万的 MV 啊，唔捌看到这支 MV 拍了这尼啊好，迄都唔知对一个导演拍，我都想无吼。厉害啦！导演够伫现场，导演嘞，就是咱的像朱麒麟，导演就是彭恰恰大哥。哎呦，哇！彭恰恰大哥，导演。导演，谢谢，真的，他非常感人。无你哪有我，谭嗣林原创，你写是不是？给你写的是，写的是我家己阿妈的故事。阿妈写，我阿妈失智，所以呢，我希望用这条歌，借由这首歌，好让更加多的朋友哈来认识这个失智症，就是不要忽略了那个，就是可以照顾的那个期限。那因为失智症到现在没有药医啦，在全世界拢知啊。那我们也更要多多关心，多多爱我们的家人。时段，无你。